饼饼直播间的蛋糕吗？对啊，可是因为他不能吃，所以呢拿来给我们吃啊。医师哥哥趁上班时间偷偷出来拿网购，哎，不止我们被拍啊，阿才还被拍。这态度很差，这个庄小姐太夸张了吧？这是厂商新给我的甜点哦，请你们吃。我想郑重的提醒你，请尊重病患还有医护人员的隐私权，更不允许利用偷拍进行私人的商业活动。曾经你